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嘿，都坐那干嘛呢？赶紧的吧！太师有令传下来了。太上皇，太师说了，等这阵子白毛峰刮过去啊，就派咱家到北京，领500匹马、1000张皮毛，与大明结盟。 等一开春啊，就把您给送回去了。您说多好啊，这是。好啊，哎哎，带上我。哎呀，在这伺候太上皇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哎哎，带上我。啊？哟，您这不是大忠臣吗？您这大忠臣得坚守到底，不是吗？行了，这么着，真不嫌呛的话。 别拉下我，别拉下我，带上我！我知道你在这待烦了，待腻了，你去找我娘，跟她远走高飞吧，反正我也没有脸见她了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你不觉得这是一次好机会吗？对你还是对我？ 秦穆哥，无论如何去说服叶仙，让他一定带上我出使北京。等明年开春，我一定亲自驾车来接你们。不要，我对付不了那太监，不要扔下我们，不要这样。你放心，那个太监一定会跟着我一块儿去的。我要替皇上除了他。有什么事，就找波颜铁木儿。 他对皇上很好，啊！我真的还能回去吗？我答应过太后，一定护你周全，就算拼死，也要把你带回去。